坚果子是台湾第一个世界公平贸易组织 WFTO 的会员，由台湾设计师杨世祥和蔡怡颖创办，设计理念环绕公平贸易与手工环保，每一件衣服和手工艺品背后都有一个生产者的故事。当台湾设计与第三世界产生流动时，会连接出哪些文创思维呢？本集公视艺文大道带您重返设计的最初起点，